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常年期第20周，星期二。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、赞美至尊唯一的天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静静聆听轻音乐，想象耶稣在我身旁，他陪着我开始今天的祈祷。有耶稣的陪伴，我心里充满平安喜乐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富人难进天国。我再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孔，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门徒听了，就非常惊异，说：这样，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注视他们说：为人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那时，伯多禄开口对他说：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你，那么，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，在重生的世代，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并且，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，或兄弟，或姊妹，或父亲，或母亲，或妻子，或儿女，或田地的，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，并承受永生。有许多在先的，要成为在后的；在后的，要成为在先的。基督的福音。默观耶稣和门徒们之间的对话。耶稣说：骆驼穿过针孔，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聆听、观察门徒们的回应。
在心中默默重复反思耶稣说的这句话：骆驼穿过针孔，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花时间细细体会这句话带给我的感受。听到耶稣这样说，我是有压力，是不理解，还是其他的感受？转向耶稣，和主耶稣对话，向他分享我是如何感受他说的这句话的。花时间和耶稣对谈，也聆听他对我的回应。
我也询问主耶稣，主，我该如何做才能得进天国呢？细心聆听耶稣的回应。反思我的生活，为更好地跟随主耶稣，哪些方面我需要天主恩宠的特别帮助呢？花时间为我所渴望的恩宠祈求，求主帮助我在生活中勇敢舍弃一切，跟随他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